你就问小 S 说当主持人而不当演员的原因，小 S 常常讲说，因为姐姐大 S 当演员好像很辛苦，常常要被导演整。她当演员当到左手都废了，花了一年的时间才慢慢恢复知觉。我相信演戏演到很累，就会想结婚，就是觉得是退役算了。对，所以主持人就不用忍受这些事，左很少主持人左手废掉吧？我想看哦。你不要想，没有人主持人要左手废。可是主持人就是。你节目结束之后，大家就忘记了，就没有那种留下一个作品燃烧感。对啊 ，OK。所以今天我们访问的演员呢，他们就是说导演如果给了很可怕的指令的时候，要不要自己亲身做？结果很多年轻一辈演员他们就讲很热血，就说导演不管要求什么就要自己做啊，跳水啊、跳楼啦、啊、什么都要自己做。然后就有位前辈就讲了一个很厉害的说法，说如果主演的人呢受伤了，只会耽误戏的进行。没错。讲得好。因为我拍广告也是这样子啊，只要稍有危险的镜头，就说导演替身。广告有什么危险的镜头？有很多哎，把手伸到马桶里面去。有这样在圈圈上面这样晃来晃去或什么的，还没上的。好，所以呢，今天那个我们邀请几位演员来讲他们被导演整的经过，欢迎各位。欢迎。没有，我是义气相挺的，义气相挺。而且演吧，他是去消费的那一个。但是我有去金门哦，我去大概两天，去探班，然后顺便我们没有聊去过金门的人这件事、啊。不好意思，对。他来就算，他竟然还用我们的衣服渗透啊，渗透要做彻底。你是不是很好奇为什么不找你演？本来有，但是那个豆哥说，如果你要来的话，应该是一个德菜花的阿兵哥，后来我就推掉了。这怎么这值得演呢、啊？没有啦，就是后来因为那个拍戏要理平头啊，要全部理掉。我那时候接太多部了，我理掉的话，其他部都不联系，所以像包袱。对。可是你其他部有开始上映了吗？都已经下了。那你还不如接这一部，然后好好的就是。有一部成绩还不错，就跟可丽姐一起拍的啊，《破碎党》《铁丝玉玲珑》啊。哦，那有一部成绩，那时候就有撞到很多，对。所以电影《军中乐园》当中呢，我们今天看到有三个女明星陪着阮经天来，然后这当中有一个是跟他谈恋爱的，你觉得是？不是陈意涵就是万茜吧？为什么不是苗可丽？对啊，可丽姐。可丽姐，你也是，你这我是有摸她的，我是有摸她的那一个。不知不知情。你就是跟阮经天接吻说。有陈的导演说要有舌头的那个吗？那不是我，那是万茜过了。所以你是他，你在片中演他的情侣吗？想成为情侣，但是也没有成为情侣，就试试。所以你也是在特约茶室工作的一位。所以这个片子只要有女生，都是在特约茶室工作吗？基本大飞也是吧。我的特对，我是适应生，因为你又不像那个叫什么来着，你们那个海龙，你又不像海龙，哎，他是很修最海龙的一个，怎么可能？他现在走山了，因为我们拍完也半年了，脱一下，脱一下，弄下来，还是一个哦，海龙，还有啊，那个还有，不是问题是海龙不是要长得帅吗？没有，五月国庆。这个导演的意思就是说，就是就像适应生也是环肥燕瘦，个个都有。适应生，我是教官啊，适应生。但是如果我当适应生也是红牌啊，对啊。你的睫毛会吓到你吗？你都被红牌驱逐出境了，驱逐红牌。这样你今天严重被阮经天伤害到，哎，因为他就是为了夸奖大飞的时候不小心伤害到你。有吗？有。是吗？我看脚本里面没有，因为是硬加的。他在拍《军中乐园》的时候，就亲眼看到大飞受训的过程，然后他说大飞是最投入的一个，就是完全克服体能上的障碍，然后拼命的，然后他就称赞大飞说大飞已经不再是谐星了，他现在是演真正的演员。所以这句话背后就讲说不像陈汉典。清楚，这两 PS 吗？我没看到这个。不是，这两屏没有连在一起。没有吗？他不是，没有 S 跟我把，他是 online 的吗？大家标出来，就是所以他不是真的。因为他没有经过全套的训练呢，所以他还是一个新人。因为角色是半套，汉典就是演个小混混嘛。但因为汉典那个，不是他不演《军中乐园》，就因为他不愿意接受训练呢。不是，讲接一下。不要不接，为什么要打电话来找我？听了。
听了有没有很爽？就你不再是谐星了，你是演员了，也蛮感动的。你以后就不要跟陈海年走在一起啊！哎，不行啊，还是要。而且你以后会接到很多质感很好的电影，哎，不像那他电影之路已经死掉了。没有，有质感都很好，接很多电影男主角。你后面没有电影作品？有。在哪？即将要出现了，已经下片了，我要去拍了，好不好？那你就不要再出现在这里了。我可以请假。我可以请假回来站在这里。那点歌请假的时候，我可以站。你没有没有，你是专业演员。我们就是不需要旁边有人嘛。所以我们今天会看到《军中乐园》当中一些很辛苦的受训练的片段，因为真的导演没有让他们用替身，所以苗可丽应该是唯一一个不需要做那些辛苦。可是我觉得里面最幸运的女生应该是可丽姐。啊？怎么说？因为你有一场戏，好像是为了要证明你是，就是这个店的老鸟，对。然后你要那个测试阮经天。哦，没有，因为你知道我在里面其实生意不是很好，每个人的灯都在亮，就我的灯都没亮过。然后后来想说，我一定要想尽办法去拉客嘛。那因为他们的外面都排好多客人哦。然后那天他其实是新来的，嗯。那我就是为了要也是要勾引他，说你可以来，我可以教你或什么之类的。那因为我年纪比较大嘛，那我觉得最直接，本来那场戏其实是摸胸部就好了。但我想说，摸胸部康熙就有啊，这样摸他怎么会有 feel 呢？导演只要求摸胸部哦，本来剧本是这么写，我就跟导演说，导演这样，我觉得要么他演的特技呢，他不演，他替身演，然后导演没有这样演，他一直揣摩这个那个。对，反正后来我也没蛮谢谢他，因为他没有拒绝，我很喜欢的。对，因为我很怕，因为剧本没写，他就可以拒绝的。是，要求说老鸟应该要有更狠的。对，因为我觉得这样直接来，他直接有 feel 就跟我走啦，还要这边摸胸部要摸多久，很难嘛。所以导演说真的假的，你敢吗？我说我敢啊，我就看他敢不敢。结果他说他 OK 哎，我说太好了。然后呢就来啦，就一摸完就走。其实我就故意。可是你这个比较像武术，这个不对，就是没有。他说我抓的蛮好的。好准。也没什么好做的。所以你有故意 NG 吗？那一段也没有，但也来了三次还是四次？四次啊？为什么要四次？不知道导演就说那我们再来一次。可是你知道我每次抓完我都要装没事，因为我怕他尴尬，我也怕我自己尴尬。我说抓完就哎好。我一直在想，哇，刚刚什么感觉？我告诉你，那个 feel 到现在还在。真的吗？可是我被抓完，旁边阿兵哥也问我说，哎，还没凯莉姐抓什么感觉？什么感觉？真的假的？所以如果你的角色有成功的勾引到他，光临你的，没有，因为他不会喜欢我这种。你用了这一招，他还不跟你走？嗯，所以我觉得他乖乖的。不是，因为我那个角色是刚刚退训到八三幺去的一个阿兵哥，所以其实那个环境对我来说，其实你退训然后去特约茶室里头打工吗？就是被调派到那边，调派到那边去。那里面为什么要服役？那里面那里是在服役啊，是一个单位，那是一个单位，是一个单位，那是军中的单位吗？对呀，里面的军人要做什么？是他买票啊，就帮忙帮其他兵哥买票，你是售票员的意思是不是？对，售票员，那你就不用受那些辛苦的训练了，有受训完，受训完，因为他在里面要我太亏了吧，受训完，对吧？所以我在里面是不会游泳溺水，然后被推训，然后大飞是一直都是红龙吗？对，海龙，海龙，红龙，红龙是吃蟑螂的。忍不住哎，忍不住，可恶！你是在想到他们穿红色的短裤，红龙，海龙对，海龙部队。请问海龙是正规的称呼吗？海，他其实叫海龙蛙兵。他配到万千，那你配到？我没有配到，我在戏中没有去，没去。你为什么不去？导演不让他来。对啊，你只做苦的部分，没有开心的部分。对啊，你。你就一直操练吗？在戏中就一直，然后你在那边一直练，然后最后就变海龙王了。这个就不要再cue我。请问这部戏是到底是爱情戏，还是说也有一些危险的出任务的戏？危险有后面有一个武打戏，在他们的在那个建伟那一个叫黄建伟的演员。所以亲密的戏很多吗？
亲密的戏基本上都在意涵跟万茜比较多。陈意涵配的人，我觉得很，要是我会很难演哎，很难演。是吗？他配得很称职啊。阮经天示范海龙操，翻用小位置把握机会逼问感情师。你在海水中会是折的吗？折的。那招是不是很难？我刚才。现在还行吗？应该可以吧。那我们跟阮经天聊一下他在私生活。其他不要去啊！就说他很弱。你女朋友说你跟他求婚是假的。没有这种事。他算不算？我点太多求婚戏了。你到底有没有要娶他啊？我会的。